如果國家是做得好，或者特區政府是做得好的時候，而市民是覺得舒服的時候，自然他會擁護特區政府，兼具擁護國家的，這些不用教的，這些很自然的。我哋系一就一，二就二，唔好讲啲唔讲啲。绝招好武功，好嘅又要讲，唔好嘅亦都要讲，即系等嗰啲学生知道啊嘛。喂，你揞住有啲嘢唔讲，咁嗰件事系或者系好紧要嘅，你冇讲到咁咪唔知咯，系咪啊？嗱，呢个校金校长，喂，呢个学生系佢嘅大佬，你唔好惹亲佢，你惹到我啲学生点啊？我要俾你踩啊！如果我做校長啊，我教佢啦，你夠膽埋你啦！咁你要俾翻香港嘅教育，唔好我攞共產黨嘅教育嚟呢度做共感，點啊？我哋唔要呢啲啊！等於個細路仔食飯，佢食得一碗嘛，你夾硬擠佢食三碗，佢話媽媽我唔食得落啊，我食唔到啦。佢夾硬捉住你夾住你擠落你個口算你受唔受？飯行霸道嘅貪污咩都齊曬啦，啊！因為佢係一黨專政就係華西事啫嘛，冇反對派噶嘛，咁咪咩事都任佢作鬥，啊啱作鬥啊飽為主咯，咁咪社會咪好多畸形嘅發展咯。俾個聲色佢睇，香港人唔係啲站同區，都啱嘅。有足夠經驗嗰啲老師出嚟做下嘢，嚇、啊！因為咧，退咗休嗰啲老師咧，鄭生就訪問我。退咗休嗰啲老師咧，就真係出嚟去睇下自己啲學生啦。